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羽绒机械一名售后技术员，我现在在泰国。该客户买了我们一条时长10到12吨的生物质颗粒生产线，我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生产线的一个情况。首先，这边是客户的原料堆放区，院子里的料都堆满了。这些原木是用我们那个暴龙破碎机，前面首先是振动输送进入暴龙做的木片，然后进到这个车间里，这是做的那个木片。做了木片以后，然后就是粉碎。是粗粉，这两个粉碎机一坑，粗粉进料仓，料仓出来，然后是烘干。客户买的我们一条3米半乘24米的烘干机，这是客户收的木屑，自己人工上料。烘干机先烘干，然后烘干出来是个5米乘8米的液压舱。烘干，然后挂摆输送，送到液压舱里。液压舱是自动出料。液压舱出来，然后是细粉，粉碎机，两台粉碎机，细粉，另外一个液压舱，再从这个液压舱里到颗粒机。这是3台颗粒机，颗粒机出来是冷却，冷却出来就是包装了，分包了。好了，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你们期待下次。